唔知大家会唔会对于好多嘅赛车游戏咧，只系顾住追求呢个真实嘅驾驶感觉而冇晒兴趣，觉得咧改车实在系太麻烦啦，即系想尽情飞下车咁咧？嗱，如果你有呢个谂法咧，今个星期我要介绍嘅呢个游戏咧，就绝对可以满足到你啦。呢个游戏完全放弃繁复嘅改车驾驶方式，你亦都力求爽快刺激。游戏忠实咁将北美洲嘅地形特征重现玩家嘅眼前啊！咁玩家咧可以驾驶住各式各样嘅车辆，自由自在喺大地上面奔驰。而且每个比赛场地啊，仲会有唔同嘅天气变化，好似有暴风雨啊、沙暴啊，甚至系龙卷风咁添。透过连线功能，游戏最多可以俾16名玩家同时进行比赛，咁就更加刺激好玩啦！今个星期我要介绍嘅 Tart of Magic 咧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要喺战斗入边咧，利用 V 手掣咧嚟绘画魔法文字，向敌人发动魔法攻击噶。咁系一款咧既有传统风格又有生命玩法嘅有趣作品嚟嘅。游戏采用战棋式的战斗系统，玩家最多可以派出四个小队出战。游戏入面有多种不同特性的部队，玩家可以因应对手的部署而派出相应队伍出战，根据不同战方而灵活调配各个部队。这个游戏更加可以进行网上一对一的对战，亦都可以选择二人合作展开任务。在网上对战入面取得胜利的话，还可以在排行榜升级添。首套横跨多个中国王朝的武侠网游香港版《天子群侠传 Online》已经公测了，玩家在游戏里面可以自由穿梭中国五大王朝，挑战历代帝王，成就万世一统的真龙天子。今次游戏用一个传统模式，不设职业限制，由玩家分配技能和属性点数来决定的。在游戏入面，玩家除了可以利用独特的宠物和怒气系统隻身挑战各帝王之外，亦都可以同其他江湖侠士联手推翻王朝霸权。游戏更加设有内挂系统，省却练功步骤，等级自动轻松提升。你们还不来成为战场上的控制者，做国家上的天子霸者？